欢迎大家收看《美的方程式》，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Martina， 还有阿珍。阿珍啊，你估下我们今集的内容是讲什么呢？今天讲靓的首饰，讲韩国靓首饰的潮流。冇错啦，其实你喜不喜欢看韩国的首饰噶？喜欢，不过我也没我自己咧，成日都会煲韩剧噶，一煲咧就一年几集都会系留喺屋企度，直至到佢做完为止嘅。咁除咗佢剧情吸引之外啦，咁我都会留意一下喺男女主角身上面咧，佢哋佩戴嘅饰物咧都系好吸引噶。所以今集咧，我哋就请嚟首饰顾问 Ivy 嚟为我哋讲解一下韩国嘅首饰嘅。Ivy 你好，你好 Martina， hello 你好 ，hello 阿珍。其实咧，我想问一下咧，点解香港人会咁中意韩国嘅首饰或者系服饰嘅？其实最主要其实佢个款式啦，因为个款式够时款啦，咁同埋佢个设计个风格咧，其实系好贴近欧洲嗰个个 style 嘅。咁同埋佢嘅质地咧，佢用料其实系好好嘅，质地有所保证。同埋另一个问题就系你佢个 size， 佢 size 其实好符合我哋亚洲人嗰个体型啊。至於如果你話同歐美嗰邊比咧，其實佢價錢真係絕對咧係好物超所值啊！所以咧，基本上咧，佢點解會好容易喺香港會流行到啦？同埋當然啦，大家都係可以功不可沒，就係韓劇。頭先你講過，因為韓劇以至韓國嘅偶像咧，其實咧係喺香港咧係好流行嘅。咁亦都係呢一樣嘢咧，令到我哋可以係好容易接受嗰韓國嘅服飾啊，或者佢嘅飾物咯。係咯，所以話咧，其實因為韓劇啦，咁令到咧呢個韓國嘅首飾就即刻咧入流咗香港啦。咁其實韓國嘅首飾咧，會唔會係針對年輕人㗎？佢會，因為佢第一咧，佢依家韓國佢設計嘅款式是比较大胆创新，咁其实你一牵连大胆创新，其实咧佢系比较倾向于前卫啲嘅，咁但系有个好处，佢就系佢融合咗我哋本身亚洲人嗰个我哋嘅需求啦，咁佢有改善过改良过，所以好可以好配合任何我哋亚洲人以至我哋香港人嘅佩戴咯。咁其实嚟紧啦，韩国嘅首饰趋势咧会系点样噶？佢個趨勢其實睇翻大我哋呢個地球啦，其實大自呢個大方向啦，咁其實都係以環保做主題，或者係以一個高科技嗰個技術。因為最主要咧，其實我韓國喺呢個首飾嗰方面，喺嗰個環保意識咧，其實都好強。佢係盡量咧用咗去我哋嗰度有機嘅物料啦，比如我哋會見到呢度有啲咧係木材啦，或者係有啲珍珠啦，或者係天然嘅半寶石，佢個用料盡量係用翻咧係我哋啲大自然嘅嘢咯。咁呢一方面其實係我哋即係令我哋女仔其實戴咗上去，我哋都會感受到啊我都對地球有一分嘅嗰個貢獻。咁另外仲有值得一提，其實大家都可以係睇下佢，其實佢係個工藝手工藝，尤其韓國佢近年咧就好流行咧係真係人手製造嘅。咁佢嘅人手製造其實咧其實亦都可以睇翻另外一方面咧，就韓國佢近年政府咧就培養咗好多年輕一代嘅設計師，咁所以基本上如果我哋見到我哋依家呢度所有嘅飾物，其實所有嘅飾物都係經由我哋嘅設計師自己親手人手製造嘅。咁我相信啦，就算我哋佩戴上去咧，我哋都會感受到咧設計師佢本身嗰個設計個意念啊，或者個風格，咁同埋始終係人手製造，數量唔多，咁亦都。其实即系我会感觉到啦，即系唔系话人有我又有咯，会比较独特啲咯，就特别少少咯。咁其实佢重点啦，韩国嘅首饰咧，特别在于边度咧？佢个特别系在于，其实佢都系跟翻欧洲嗰边嘅嗰个 style 嘅方向去走嘅。咁而佢嗰个风格咧，其实佢本身系比较大。用料是比較大膽啲、創新啲嘅。咁韓國嘅首飾啦，喺市場上面嘅定位啦，同鄰近嘅日本咧，有冇啲咩差別噶？有嘅，其實佢定位上其實有好大嘅差別。咁其實你主要睇翻咧，其實日本嘅設計咧係比較簡單啲啦、簡潔啲，同埋個顏色係比較素色啲。
咁但係同一時間，因為日本其實都好緊貼住歐美個市場嘅嗰個設計嘅，但係佢主要佢國民個思想其實傾向於比較保守啲，所以你總其實你再留意一下日本嘅設計或者佢款式，其實佢都係保留翻佢本身原有個東洋風味嘅。咁至於韓國方面咧，佢就近年冒起得特別快，咁最主要你都可以睇到咧，其實佢係好大膽啊，佢創作上好大膽，好有創意。咁以至咧，其實佢係嗰個用色啊，嗰個用色嗰度係好濃烈嘅，好豐富啊。至於用料亦都好大，即係佢會係配合好多唔同嘅個物料個元素，將佢配合喺一齊。基本上佢嗰個整體個接受嗰個，我哋可以接受嘅係，即係好中意呢種咁創新啦、創意，以至係嗰設計嘅款式亦都比較多元化啲。咁至於最重要，其實依家都係有個大問題，就係佢個價錢其實好合理啊，因為好超值。如果相比之下，佢韓國嗰個韓幣同日元依家日 yen 都有分別嘅，咁所以其實係啦，你睇到市場其實相對嚟講韓國都。这个食物的价钱其实是很好的，很合宜的。其实韩国的首饰在香港的市场上发展得很不好、我们绝对是很有信心，我们觉得它很有潜力，它的市场都会是很好的，因为它设计其实是比较多元化，款式比较多的不同的类型、相信它其实还有一来它、手工漂亮、款又漂亮，咁同埋佢應該係絕對係好可以好配合我哋香港女仔喺出席唔同嘅場合嗰陣時嘅佩戴咯。咁我就想八卦一下，點解你會做呢一個 market 嘅？其實自己最主要係因為我係有興趣，因為個人本身係好中意靚，我哋都係女仔，都中意靚。咁但係咧，其實個靚個覆蓋個範圍其實都好廣啊。咁但係我覺得配飾方面其實點講咧？我哋其實可以好著啲好簡單嘅服飾，好似你咁可以好簡單嘅服飾。但係只要我哋帶翻一樣嘢比較係有意思啦，設計又獨特啲嘅飾物，其實已經係可以增添咧你個本身你個人嗰個味道啦，咁同埋你個人嘅風格咯。其實就好似你而家嘅頭箍，其實都係我哋都係臨場都估唔到啊！呢個配搭出嚟係好有 style 嘅。其實咧，我知道咧，你就準備咗一啲圖片咧，係俾我哋睇嘅喎，不如我哋一齊睇下先啦。係好啊，其實我哋都係想係講翻咧嚟緊個潮流個傾向咯。咁顏色佢嗰度咧就好緊要，大家諗翻個 color tone 嗰、那個、那個趨向咯。你頭先就有提到話係環保嘅概念啦，所以係咪會有啲綠色出現咗，就好似樹木啊、草啊嘅顏色啊？係咪 ？Tina 你都好觸覺都好敏銳。是啊，你看到呢个 bracelet 咧，其实佢系喺设计个里面咧，佢系配合咗个绿色环保嘅意念嘅，所以佢有个绿色嘅做主题。咁同时咧，佢亦都考虑到我哋实际啊，即系我哋女性要戴上去，你都要配到你系感觉啊，好有 elegant 啊，好有 luxury 嘅感觉。所以佢用个金色啊，或者用我啊个天然个 stone 啊，咁同埋啲 crystal 啊嚟喺个配搭，就变咗咧系除咗系一个响应环保，意思系一个实用咯。同埋我都睇到。因为现在是很兴不只用一种的材料去做，我看到有你刚才所说的金色，然后又穿了一条绿色的带，就好像现在最兴的潮流一样。是啊，那基本上其实我们都是主打都是倾向于是颜色比较丰富一点，最主要呢还有颜色都是会希望是感觉是比较舒服一点的。你看到这对耳环其实它的主色其实都有个 turquoise 的蓝色，咁同埋再撞翻個金色，咁個感覺其實真係係你藍色不嬲，你都係令到你個心情係比較平靜啲啦。咁另外再配翻金色嘅配飾咧，其實係可以咧令到我哋提升我哋本身個人嗰襯嗰個品味咯。同埋要提下嘅就係今年咧就好興大玩呢一個撞色啊。咁呢一個嘅藍色再配埋呢個金色咧，平時就唔會諗到佢哋會一齊嘅，但係而家咧將佢哋擺埋一齊就出奇地又好靚喎。都好有設計嗰、那個本身你、那個，你之前都係玩設計噶係嘛？其實就冇嘅，不過可能睇得多，自己留意一下女仔貪靚啊嘛。係啊，佢個設計嗰個意念就係咁樣。咁你見到依家圖片上面其實呢條係一個長身嘅 bracelet， 咁佢呢個咧係其實係有三條鏈嘅組合嚟嘅。咁其實依家大趨勢其實我哋都係叫做buy less。
buy better， 所以 buy less 就 buy better， 就話一條鏈裡面其實我哋可以多款去配搭。咁頭先嗰三條你見到個款式其實佢係一條鏈嚟嘅，但佢係可以我哋 DIY 自己將佢拆開，因應我哋個衫唔同個場合，我哋可以自己去配搭。所以咧，其實咧將佢拆開，你又可以好 dedicate 去配搭。咁如果你帶埋一齊咧，其實係都係有另外佢 busy 個感覺，亦都可以誘發佢另外一個 style 咯。即係話頭先嗰條頸鏈啦，其實佢係有個扣喺度，咁你將佢咧整成幾層又得，係又或者係一條長嘅頸鏈又得，就視乎自己個人喜好咁樣去配搭嘅。係，因為基本上其實我哋嘅設計師咧，佢希望咧係同我哋個女性個分享咧，就話所有嘅 accessory 其實咧，除咗美感之外，仲可以話可以一個fun just for fun 嘅感覺咯。咁其實我哋呢度大部分嘅頸鏈咧，係做到係可以好 flexible， 你可以跟因應你唔同嘅衣著去配搭嘅。我哋聽咗 Ivy 講緊咁多韓國嘅首飾啦，其實時間都差唔多，不如我哋休息一下，一陣再翻嚟為觀眾講解一下。100% 韓國製造，設計時尚，取材環保，全人手製造，盡顯獨特個性，韓式閃耀盡在 Design in Me。 要借住甲醛，就要用真正無甲醛的傢俬。 Cubis 零甲醛智慧家具可自由組合，快啲登入呢個網址睇真啲啦！全港首創即湯游水燒龍蝦，特價38元，仲有秘製五色生蠔同過百款燒烤任你揀。想试下怎样将川式烧烤融入港式风味，那就快点来佐敦的龙虾烧试下啦！订座电话27800088。爆暗疮、出湿疹、上失眠，食药食到灰，中西医药搞唔掂，天然疗法是你唯一希望。Amex。由渔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繁荣你和我都有出力的，各行各业都有汗马功劳。你在哪些行业曾经出力过呢？我又在哪些行业那里默默耕耘？透过各行各业的前景，是有智者朋友寻找理想的地方，各行各业你不用错过。日日好生活，新势力主持每日送上精彩生活资讯，同你品尝各种口味，享受丰富美食。时尚服饰即时 show 俾你睇，潮流达人教你化靓妆、换新 look， 创意无限，发挥你嘅艺术细胞。仲有艺人上嚟倾下偈。自70年代开始，香港每年都会诞生杰星，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工作表现优秀，而且肯回馈社会。杰星未必一定是亿万身家，亦都未必一定是成功名人。之所以因为是杰星，就是因为他们比别人付出更加多。一个请他们上来倾下偈，讲下自己，讲下社会，讲下怎样青出于蓝的线路。青出于蓝，约定你。通过地域界限穿梭游戏人间，挖铺点潮爆玩又点止刺激咁简单，分享潮流珍品，搜藏无价宝物，搜索激新玩意又点可以冇你地份啊？玩家达人预埋你玩。问我中意做啲咩？梗系食嘢啦！我咁中意食嘢，但我一啲都唔独食噶。咁多美食当然要逐一推介俾大家啦，当然仲会揾埋城中名厨同大家一齐 DIY。记住黐住我 Vivian， 就日日都食得开心。以前喺电台咩音乐人都见过，好多大人物都访问过。而家我准备咗呢一间会客室，访问我嘅一班好朋友。每集他们都会同大家讲下近况，倾下心事。想知道怎样享受优质生活？安琪会客室约定你准时见啦！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美的方程式》，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Martina， 还有我们的嘉宾 Ivy。在上一节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看到韩国的首饰有哪几种啦。其实呢，韩国的饰物啦，普遍呢香港人会喜欢手链多一点，颈链多一点，或是耳环多一点。其实基本的东西呢，其实应该是耳环和颈链，因为呢耳环和颈链是最容易配搭的。而出来的效果其实是可以是很不同的，很另类的。但是同一时间，其实我们都想着它来，我们都是觉得它来的趋势呢，其实是个hair accessory 都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设计师是比较喜用一些比较大胆的物料啦，还有它的颜色的配搭啦。变成是很容易呢是配合我们香港女仔她那个不同的场合的配搭咯。刚才有提到啦，就是说兴什么颜色啦，但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说兴什么图案呢？图案其实都是比较基本元素圆形啦。你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组系列呢，那个颈链呢其实它都是要以圆形啦。咁或者它的图案方面呢，我哋通常其实依家兴呢就是 animal pin 啦。就呢度见到呢度有个系列，就是雀仔呢、這个另外呢边比较 elegant 呢度，呢度有一条呢，你会见到比较流行啲呢，呢度有个animal pin 啦，即係动物嗰个图案啦，或者比较 elegant 啲，比较 classic 啲嘅，有个 flower pin 嘅。咁其实呢啲都系最主要嗰个元素嚟嘅。所以无论系颜色嘅配搭同埋图案呢，都围绕住呢个环保嘅。係呀，做主题。咁其实呢即係比较上大，即係夸张少少啦。咁你头先就提到话香港嘅市场通常啲人都会鍾意系颈链同埋耳环嘅。但我想问一下呢，你哋嘅设计呢会唔会系耳环、颈链同埋手链系一 set 咁样放人去买㗎？这个在设计的元素里面其实一定会考虑到的。因为基本上呢在考虑设计的时候，其实会先考虑个物料那个颜色的色通的基本的颜色。咁只不过在个基本颜色里面再加混合不同的颜色呢去点缀下。咁好多时其实耳环啊、颈链啊，或者你话 bracelet 的设计呢，如果可以的话都会是以一套的系列咁样推出咯。因为即我头先咪讲过咧，话我自己好中意睇韩剧，咁我会见到佢哋嘅服饰咧就好似好简单咁样，而系喺啲首饰上面做一个点缀夸张一啲嘅。其实佢哋究竟系前卫啊，定系保守噶？其实你见到佢，其实佢设计系比较新颖啲，咁同埋创新啲。其实所有设计系比较大胆创新嘅话，其实都系偏向于前卫噶。咁但系你至于话佢保守嗰方面其實有嘅，佢保留翻佢原本嗰個工藝。工藝上你見到咧，係全部都係手工去製造嘅，所以咧佢係融合咗保守至以前前衛一齊去配搭嘅。咁喺設計方面咧，其實韓國嘅首飾設計啦，同呢一個日本嘅首飾設計咧，有啲乜分別喺度咧？最主要呢如果日本的首饰其实呢，你会留意到它其实是比较偏向 mini 一点的。那同埋它的个形态上呢，其实它是比较是小一点又小一点。以至它那个重量啊，其实比较偏向于 nice 一点的。而韩国它那个因为受欧美那个风格的影响呢，它是设计比较是新颖一点大胆一点。那同埋它主力它是多元化多啲嘅，咁呢个其实分别其实两个都系唔同嘅。咁即係话其实即係俾我嘅感觉啦，韩国嘅首饰呢大部分都可能会 grand 啲，隆重少少同埋百搭，但係呢日本嘅首饰呢就可能会偏向一啲 young 啲，跟住佢就会好卡哇伊咁样嘅。咁其實除咗日本啦，咁不如講係歐美啊，歐美上面有咩差別㗎？歐美其實相對嘅兩個國家，其他韓國、日本嚟講，其實佢係比較大膽啲，更加前衛嘅。咁同埋因為歐美個人個整體個人個外形咧係比較高大啲，咁嘅線條通常會傾向比較粗線條啲，或者以至物件咧其實比較春潔啲㗎。你認為咧飾物咧同埋呢個服飾嘅配搭咧，要點樣去配搭先至會有個人嘅風味出咗嚟咧？
最主要我想其實我們女性最重要了解自己的喜好，個人的喜好很重要，還有在那個選擇那個配飾方面先考慮一下自己出席什麼場合，在什麼場合會佩戴，還有在顏色那裡都是要好，即都是一個基本元素的考慮來的，以至其實在配搭那方面我想其實很講究，我們女性很講究我們的感覺，我們的感覺很重要，因為最重要你戴了那個配飾上去你要很有自在，好自在，個人好自在啦，或者個感覺係好舒服嘅。咁自然咧，因為你個人其實係講心情，你一自在舒服嘅話，其實你好多時你其實已經可以展現咗你本身嘅個性啊，你本身嘅風采咁樣咯。好得意喎！我望住你講嘢嘅時候咧，發現原來你兩隻耳環都係唔同嘅款式嚟嘅喎，點解會咁特別嘅咧？其實本身佢設計咧，其實都係一 pair 嘅。其實多數都女仔都暫時都係會接受到係一 pair 一樣嘅同一款式。咁但係咧，其實依家我哋都年輕一代咧，其實都好中意 just for fun 啊，好 enjoy 個 jewelry。咁其實都係一個話題啦，或者係一個分享咯，分享佢我自己覺得我嘅配飾，我嘅感覺，咁樣同你一個即係都係多一個話題可以傾咯。其實都係嘅，因為每一次帶咗唔同嘅飾物咧，出到街啦，約咗朋友啦，跟住佢哋一望到你，自然就係留意，可能你今日嘅衣着或者係打扮各樣嘢啦。咁佢一見到你啊，可能特別少少，你戴隻耳環係大隻少少嘅，咁佢話好得意啊，跟住就會開始問喺邊度㗎，究竟係咩嘅首飾嚟㗎？跟住就一兩嘴咁係咁問㗎咯。有時我哋嘅 topic 唔一定係為因為天氣咧，即係講今日天氣好唔好。有時係真係我哋嘅配飾其實已經係我哋一個 topic 嘅開頭。大家見面啊，打招呼或者話啊，你今日好靚啊，你個頭箍啊，手工好精細啊，咁其實我哋好多時咁樣咧，女仔已經打開咗個話題咯。其實講翻咧，多唔多咧？即係除咗女仔自己會去鋪頭度買一啲飾物啦，無論係頸鏈、手鏈同埋耳環嘅。但我想問一下咧，會唔會有啲男仔專程係又係好中意韓國嘅飾物，特登去買俾自己嘅女朋友咧？有，一定有，因為其實香港男仔其實幾細心、幾温柔嘅。佢除咗會將自己中意嘅嘢，佢希望去同佢另外一半分享。咁佢所以佢都會係好有細心去揀佢中意嘅飾物。咁而且佢會係幫佢女朋友佩戴添，即係陪襯。咁其實呢一方面我哋都好開心啊！當我哋見到呢啲男仔咧，我哋會特別覺得，即係我會自己會覺得啊，好可愛，佢個人都好温柔、好體貼嘅。咁你哋咧嘅設計即係咁特別啦，其實會唔會專係 for 有一啲嘅設計啦，就係 for 一啲年青啲嘅女仔，有一啲咧就專係 for 一啲可能比較上年紀大少少嘅女仔噶？正如頭先其實我講我哋個accessory 呢個設計，其實我哋嘅款式係好多嘅。咁其實我哋可以照顧到嘅，其實真係好廣泛，因為都好適合香港唔同。即不同年紀的女仔咯，咁我哋有啲由年青嘅，咁我可以你見到有啲 bracelet 啊，有啲 leather，real leather， 再配以 crystal 嗰方面嘅，呢啲其實係都好年青，可以好青春好 young 嘅，咁或者比較 elegant 啲嘅，咁我哋都會有一啲金色嘅系列啦，或者係比較有個性強烈啲嘅，咁我哋有黑色嘅基本元素啦，比較 chunky 少少，咁但係咧，其實如果佢簡簡單單咧，佢 carry 一個比較大啲 chunky 嘅飾物，其實已經有突顯佢個人嘅個性咯。我見到咧上面呢個銀色嘅手啊，係手鏈定手鐲咧？其實係可以叫係手鐲啦 ，bangle 咁樣咯。咁呢個咧佢款係其實係歐洲嘅款，都係傾向於歐洲嘅設計款式咯。咁佢最主要咧，佢係手工，佢呢個手工係每一個個 workmanship 其實都係人手 designer 自己 handmade 做嘅。咁其實每一個 part 其實都係一個工藝。其實它是先是將一粒粒類似閃石 bling bling 的物體黏在一起之後，再加一條鏈上去的，以至它還要是穿了上去之後，其實它還有一些 drawing
即係有掛翻啲星星點綴翻咯。咁其實誒頭先阿珍都話佢個人都好中意呢個 style 嘅款，因為其實我哋個 style 其實唔一定係好誒好女性化，其實我哋都可以係有啲有好個性，或者有啲係我哋可以講係叫做中性 unisex 嗰啲個款嚟嘅。咁其實好似就算 baseline， 如果係一個男仔佢好簡單戴咗一個 baseline， 其實都會係好靚嘅。其實男女配戴都得嘅。咁今集就好開心啦，有Ivy 同我哋講解一下韓國嘅首飾啦。阿珍啊，其實你聽咗咁耐咧，你有啲咩嘅 idea？ 會唔會自己設計一下首飾啊？唔會 ，Ivy 嗰啲咁靚，揾佢買咪得咯。梗係啦，大家可以互相分享一下啫，應該係咁樣咯。都好，我哋女仔可以。咁今日好多謝 Ivy 為我哋講解咗咁多韓國嘅首飾啦。如果觀眾你仲想知道更多韓國嘅潮流首飾資訊咧，咁你哋就可以去到 Ivy 嘅公司 Design Innie， 同埋或者上去嘅網址 www.designinnie.com 嘅。咁今次時間差唔多啦，下次再見啦。